哎，周六好，起床了，一家子都在等着我吃早饭呢。没想到我闺女今天起来这么早，比我早呢，比我下楼早，不是比我起得早，因为我洗澡了嘛。我感觉我家闺女头发卡起来，瞬间成熟了呢，长大了呢。今天我们家欧巴表现不错呀，知道给我倒咖啡了。哎呀，帅哥，大家都说你是帅哥呢。哎，我是你的帅哥。我的妈呀！我闺女现在也很喜欢吃洋葱面包，这就是我买的洋葱，叫什么法棍儿，洋葱法棍儿，她特别喜欢吃。勤劳的小闺女在收拾呢。哎呦妈呀！哎呀，OK，that's。胡萝卜打碎，哦，yeah, this is not a big power on there, right? 然后还有洋葱，还有这个是牛肝菌，是自己采的，看，好，颜色好深啊！我记得牛肝菌是白色的，它怎么泡出来水啊？是黄色的，有点发红呢，都是这样子泡出来，就是。干的牛肝菌泡出来都这样。现在用黄油把洋葱打碎的炒一炒，炸香。我这次从国内买了苏泊尔的平底锅，我老公认为中国的苏泊尔的平底锅啊，比德国的什么双立人还有 VMF 好多了，所以他让我从国内买。刚才就上了个厕所，结果我家欧巴就把这个弄好了。牛肉，牛，是牛肝菌牛肉意面，今天晚上吃，要炖3个多小时。去买菜去了，把这个瓶子给退了，家里头堆的到处都是。这个衣服跟着不搭的，快点，都跟你说了，你穿衣服最磨蹭。现在先把车子洗一洗，因为前一阵子下了2场大雪，脏得要命。现在来洗车，哇，排队哟！德国洗车不便宜的，10几欧呢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洗车的里头了，不用管，自己直接弄的。我是不会弄了，以后这些都要学哦。以后会开车了，要自己会加油，会洗车，不然跟个白痴似的。哇塞，这个洗车！看，还是挺好玩的呢。等会前面有这种跳芭蕾舞的、转圈的。洗得很干净的，他会免费的，你自己去把这个车子里头打扫干净的东西，吸尘的呀，还有就是专门车垫啊洗的呀。错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就你跳的最快，跳芭蕾舞的。前面还有那种大条条的，嗡嗡嗡，晃荡来晃荡去的那种。咦，哈哈。这是洗两侧的，也挺好的。这是全自动的一套，哇，现在好干净啊！你看，你看前面，看前面这几个，这几个跳的，你看多厉害，多欢啊！啊，这整完差不多出去了吧？这机器老贵了，这个老贵了。你看，你看这个大的，等你要进入的时候，它就转开了。你看，全自动的，哇塞，个个都是一个舞者。你看，又摆动起来了，用用，它是这个是插车顶的，看看跳起来，跳起来吧，小伙伴们。
你看它就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擦，你看看，对，就干掉了嘛，对，看，慢慢慢慢在上面挪，干净吧？哇塞，干净了！我就喜欢用这个吸尘，把车子吸得干干净净。现在到超市了，给这小孩挑他爱吃的东西。因为四天不在家，就老虎不在家，猴子称霸王。现在他要来挑巧克力了。费利罗的话，它是这个吗？这个不是这个呀，1.99呀。它是 Ferrero 3.79嘛。一直都这个价。他喜欢吃费利罗这种的。看我闺女，哎呀，把这谁戴这个大便面具啊？到卖肉的地方了，给我闺女挑点肉，不知道她要吃啥肉，给她挑一点，万一要呢？对呀，你要吃什么肉啊？你要在家想做的话，你自己挑啊。我不做饭啊。你不做饭？结账了，我闺女也不要买东西。我看到这个花生可香了，好吃的不得了，炒的花生。带壳的，我们到家了。今天吃这个意大利面的面条啊，是我们自己做，有这个和面机，挺方便的，放4个鸡蛋，鸡蛋面嘛，放了4个鸡蛋，加了一点点的油，橄榄油，放了一点点的盐，盐放的话就是让面条更筋道一点，用的面粉。是专门和这种，就是做面条的面粉。大家看看，面粉就是这个，意大利的 pasta 就是面条嘛，做这种面条的面粉，超市都有的卖的，也不贵，很便宜的。面条的话，一定要面团硬一点。你要加鸡蛋的话，不要加太多。那和这个面之前不要加水，因为鸡蛋本来就是有水分的嘛，所以呢。是液体，它和面的话这样比较好一点，就不用加水了。那自然你要是用个700-800克的，那肯定要加一点水。我们这里放了4个鸡蛋，面团和好了，但是为了防止它粘的话，还是拿正常一点面粉，因为这个面的话它有点粗糙的，不是像我们的那种就是精面粉。要擀面杖，我加的擀面杖，拿这个。开始给它擀出来，看看这个擀成这么大，但是还没有好呢，还要弄。Okay. 越薄越好，大约也不能太薄了，变成一张纸也不行，一定要记得撒面粉，不然它会粘在一起的。底下也要撒，这里看看，它吃面的不得了嘛，这玩意儿，因为这个很大嘛。这样子就好转了，看，再把这边再弄起来，再给它往里面擀。看，现在开始要切了，切面条了。关键的时候一定要撒上面粉，多一点无所谓，不要让面粘在一起了，看，不然面粘在一起就不好了。一定要撒这个面粉，多一点无所谓，一定要撒好，这样面它就不会粘在一起了。看，看，面条出来啦！面条切好了，这就是面条，是不是挺好的？我老公他说你以前肯定一直做，错了，其实我不会做，我没有做过这个面条，以前是看我妈做，农村人嘛都会擀面，他们就觉得很震惊，他们都要机器弄，我说我不用机器的，
切的也很快，就是没有机器切的那么均匀而已。面条下锅了，熟的时候你才能搅这个面，生的时候搅就是搅拌这个饺子，熟的时候搅面，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。你看现在面条它就硬起来了，你不搅它，它等会就粘在一起了。我们家的锅比较小，所以呢要分两批煮。第一锅面条出锅了，现在把第二个再下进去。这个面啊，就是比筋面的话做面条好一点，它熟的时候它会硬硬的，它不是像那种软软的，我觉得应该很好。大家看啊，转变的很快，你看这个面条，我把它下下去，看往里头一放，这样放下去，熟的时候快熟飘起来的时候，大家再搅拌它，不要现在搅，现在搅不好，看到没？看24秒，25了，看马上可以就搅拌它了，你可以看见它在变化了，这样子的，看，嗯，还没有吗 ？They say you just wait until they're swimming up. 啊，才飘起来。对，我老公打扫那边，我知道打扫呢，平时都是我打扫，看。53秒，现在应该可以了，搅拌一下，看，看它就硬起来了，挺好的，它就没有粘在一起，哇，真好，手感老好了，可以了，面条出锅了，哎呀，我尝了一口，真好吃。给它晃一晃，它也不会粘在一起，还挺好的。牛肝菌牛肉也快好了，我们喜欢吃辣的，所以我们放了辣椒，朝天椒，也就是小米辣。快吃饭喽！吃饭喽！吃饭喽！快出去！看看看，面条，然后还有这个牛肉，哇塞，辣辣的，正好是我们的喜欢的口味。哎呀，我老公一到吃饭的时候就磨叽啊，一会儿拿这个喝的，拿那个喝的啊，我的个天！真想从他的大屁股上面抽两下子。OK 了。可以看自己做的这个面条，自己做的手擀面就是好。来一再来一点，我可不希望等会儿再弄，一次性解决。看看我闺女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哎呦！弄点牛肉嘛，弄点牛肉，你不会扒两个吗？对，好，哎呀，看他，太好，他哈喇子都要流下来了。你俩快点盛，快点盛，我倒个水，回来盛。看，我也开始盛这个了。哇塞，这个大牛肉！我新买的饼干糕吃。哇，弄点大牛肉。哇塞，你说能不香吗？大口的吃肉多香啊。哦，也看看怎么样，这就是我老公做的意大利的，应该不算意大利的吧，我也不知道是哪的，那就说啊，牙凤姐的，因为毕竟这个面条是我自己擀的嘛，又是我自己切的，用和面机和的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真的有一种小小的自豪感，棒棒的。你看困的，开吃啦，总算可以吃啦，看一看。酱太多了。我看呢，酱多吗？酱多才好吃呀，裹得多一点酱。大家都在忙着吃。这个面条有嚼劲，我挺喜欢的，看我闺女学的不错呀。对，欧洲人吃饭都喜欢把盘子里吃干净了，这是尊重，这是礼貌。好，我们再盛一点，因为这个面第一次做没感觉就弄多了，厨房都已经打扫干净了，我给闺女该弄的东西我都弄好了，所有的东西明天再跟她就是告诉他一声什么该注意的，已经说过了，小孩子嘛，毕竟一
他以前在国内的时候，他经常一个人在家，因为我前夫是卡车司机，所以呢不经常在家。现在呢，就是到德国来了之后，他第一次把它放在家里头，24小时。所以呢，他也有一点那个，但是他心里还是挺开心的，他想干啥就干啥，没人管他了。不是说了吗？说老虎不在家，猴子就称霸王了嘛。但我也希望他能锻炼一下。其实呢，也有很多人会说啊，怎么度假不把你闺女带着？第一个，他在上学，他上的学跟我不一样，我们这个是成人学校，他那个上课的话不一样的。自然他们班级上面也有很多的人会逃课，但是我不看重这一点，因为第一个他英语基础太差了，我希望他能快点融入到这个德国这个圈子里头去。那第一个要从语言开始。其实作为当老妈的，做父母的，谁不希望出去到哪把孩子都带着呢？我也不是说图自己轻快，所以呢让他待在家里头吧，然后其他的夏天的时候等他放假了，我们带他出去。我还打算带他去欧洲公园去溜达溜达，因为他也没去过嘛。欧洲公园就相当于是欧洲的迪士尼。好了，今儿视频到这了，我们要去看电影了，祝大家晚安吧。